请掀开经本，华落天长行最后一句，普见十方天王，得示现不思议众生行类差别解脱门。天王修学得道的法门，正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多元文化。所以我常说，华严经是多元文化最好的教科书。德是他正德，是他自己其如这个境界。示现实在是比普门品里面菩萨示现的还要明显。普门品与楞严经上所讲的都是说32种应身。那么我们一般人读这些经文，总是分别执着，这执着一定就是32，33就没有了。哪里知道他这个32，就是讲不思议众生行类差别，归纳为32类，是这个意思。32印展开呀，就是此地所讲的不可思议的行类，类别太多太多，无量无边了。没有一样啊，不是诸佛如来的化身。我们学佛，如果连这个概念都没有，连这个道理都不能认知，我们学佛要想成就啊，太难太难了。智慧不知道到哪一天开啊，烦恼永远不能断除啊。智慧不开是烦恼障碍，烦恼不能断除，就是你有严重的分别执着。不知道事实真相，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，从哪里来的？一念自信变现出来的。佛在华严经说的透彻，真正是简要详明到基础，跟我们讲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所有一切现象唯心所现的，心是真心，是本性。在大乘法里面讲，设法界是唯心所现，一真法界也是唯心所现。唯心所现何以有设法界？唯识所变。识是什么？
只是心错误的起因。叫实啊，佛法说来说去就是两个字，觉迷而已。迷的时候，实起作用，实就变境界。实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，这都是实。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心所现的相啊，是平等，是清净的，是无碍的。设法界的现象都是心所现，就现象而论，决定没有障碍。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是无碍法界。理无碍，事无碍；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障碍从哪里来的？障碍从实来的，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有障碍。离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决定没有障碍。那么佛法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世间法也如是啊。佛教原生之法，其他宗教又何尝不是原生之法呢？诸佛如来，菩萨圆觉声闻，唯识所变啊！大梵天王，天神鬼神，龙神，乃至于地狱道里面的阎魔王，哪一个不是为识所变？我们把这些事实认清楚了，才晓得这些现象确确实实是诸佛如来实现的。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，看到大地众生皆成佛道啊，大地众生包括一切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无情众生里面包括我们现在所讲的植物、矿物、自然现象。太空有太空的相貌，世界有世界的相貌，星球有星球的相貌，这些无一不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就是佛，心就是如来啊。所以说皆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凡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他不是诸佛如来是什么呢？所以入境界的人，这个地方讲啊，入解脱门之人，入解脱门是什么意思？
入一真法界。啊，谢是解开呀，解除啊。啊，中国人讲解放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解放、解除了，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。啊，门是方法，门径。他从哪个地方解脱的呢？什么方法解脱的呢？彻底了解不思议众生行类差别这一个事实真相。他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六道不见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想想。他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佛法里头常讲的“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”，这个时候的心情是这样的呀。这个心情真是诸佛如来的心情，所以他成佛了，他入佛的境界。我们今天怎么样修行都入不了这个境界，不但不能入，连这个境界都一无所知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没有解，也没有脱，我们没有脱离三界，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烦恼习气解除掉。这个事情，诸佛菩萨虽然是大慈大悲，帮不上忙，一定要自己救。佛帮助我们的开示而已。换一句话说，只能将这些事实真相啊，给我们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修行正果决定是自己的事情啊，所以悟入就是修行正果嘛，这个事情谁都帮不上忙。如果别人能帮得上忙，我们早都成佛了啊，不会受这些冤枉的苦报。这个事情没有人帮忙，迷是自己迷，执着是自己执着，分别是自己分别，不关别人的事。佛菩萨慈悲，把这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说清楚，说明白，我们要觉悟啊。所以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悟了之后啊，就要解脱啊。解脱是功夫，是行门啊。悟是属于解门的。真正觉悟了，肯定相信，明了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这众生两个字是广义的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
就叫众生。有情是众生，无情也是众生。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都是众生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这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佛法里面叫清净法身。诸位在经上也曾经读过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所以是一个共同生命体。因此诸佛如来清楚肯定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自己，爱护一切众生就是爱护自己，以纯善之心对一切众生就是对自己，就是自他不二，生佛不二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唯独大乘经论里面说的详细，说的透彻，说的究竟圆满。这是大乘佛法可贵之处啊！我们称它做宝啊！佛天天在说，我们天天在读，也天天在研究讨论，可是总是不见回头，总是不见觉悟，原因在哪里？总要把原因找出来，把这个原因消除，我们才有指望。这个原因实在讲，烦恼习气太重太深。这也难怪，无量劫来迷惑颠倒，在六道轮回熏习这些恶劣的习气种子，中国古人常讲少尘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这两句话是讲一生的熏习，一生的熏习就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少是年少啊，从小啊，这种熏习，这个熏习就好像天性一样，像天生的一样，习惯了就成了自然。也正因为这个道理，中国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着重在少年的教育儒家的教育，从胎教开始，母亲怀孕就开始，现在谁懂得？圣贤人的教学一生都不间断，为什么不能间断？一间断就被烦恼习气熏习，所以正觉的教学怎么能中断？凡夫众生呢，是恶的熏习，是染的熏习，
佛法的教学是把它翻过来，用善的讯息，用静的讯息，这样的讯息，在一生当中，不但是叫天天不间断，要念念不间断，才能产生效果。我们今天在此地，时间虽然不长，相处几个月，几年的时间，我们的讯息可以说天天不间断了。为什么不能产生效果？天天不间断，实际上是念念有间断。我们每天在一起学习才2个小时啊，一天24个小时，还有22个小时是烦恼的学习。各位想想，这佛法怎么能敌得过烦恼？所以你不会开悟，你不能证果，你的心依旧得不到清净，原因就在此地啊。如果每天有10个小时以上的讯息，那个情况完全不相同，你会觉悟。纵然不能证果，这个开悟啊，是非常可能的。如果每一天有20个小时的讯息，你这一生决定证果。我说这个话非常肯定。凭什么说的呢？自古以来，正果的人都是这么修成的。无论是修学哪一个宗派，哪一个法门，都是很认真的，锲而不舍。念佛这个法门能够这样用功，生死自在。走的时候欲知时至，决定没有变故。站着走，坐着走，潇洒极了。他不是天生的，他是这一生修成的。怎么修成的？念念功夫不间断。他成就了。我们今天搞了这么多年，生死没有把握，开悟没消息，功夫不够啊！没有事的时候，成天打妄想，怎么行呢？想过去，想现在，想未来，全是妄想啊！妄想是造轮回业。想开悟，想得一心不乱，还是妄想，决定得不到。真正得开悟，断烦恼，自在往生不退成佛，只有用功啊！打妄想那是做不到的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六根接触外面形形色色，
我们被这些无量无边行类差别迷惑了啊，在这个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，错了。诸佛菩萨他们为什么在这个里头开悟了呢？你们想想，这什么道理？他们在这个复杂现象里头，他不迷，所以他做佛菩萨。我们在这个复杂现象里头，完全被迷了。迷的现象，就是六根接触境界，起妄想分别执着，迷的现象啊。悟的现象，他们在这个现象里面生起是什么呢？是戒定智慧。戒是随缘啊。有秩序的随缘。有条不紊的随缘。一点都不乱。定是心，心永远是清净平等。我们今天讲的真诚清净平等，那是定啊。慧呢，对于外面境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这是慧呀。所以觉悟的人面对六尘境界，他升起的是戒定慧。我们迷惑的人面对境界升起的是妄想分别执着。生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得搞轮回了。搞三途，搞六道。六根对六境全是戒定慧。纯真之心，纯爱之心，纯是利益众生之心，那是觉悟的人，那是佛菩萨。诸位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就晓得自己应该从哪里学起。从哪里入门？所以，自信体虽然是一个，自信其用啊，就是多元的。不是单一的。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尊所说49年所说一切经的浓缩。一部经，一切经就是一部经，一部经就是一切经。世尊所说一部经，再跟诸位说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。大经里面所说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那我们再要问，那个基督教的新旧约
是不是一切经？你们诸位是真懂得、真明白了，你就会肯定点头，是的。啊，心就越能不能包括全部的佛法呢？包括。他怎么不包括？啊，伊斯兰的古兰经能不能包括一切法呢？包括。如果不包括，一就不是一切，一切就不是一。这个话就讲不通啊。所以大乘佛法里都讲啊，芸人说法无法不圆。啊，什么叫芸人？圆悟啊。法法皆圆啊。先前我们这个社会障碍太多了，障碍歧视从哪里升起的呢？迷执、误会、迷情执着啊，所以才有冲突啊。才有矛盾，才有战争，才有灾害。如果大家都觉悟了，都明白了，所有一切灾难全部都化解了，都没有了。这得用什么方法呢？教学。所以我常说，华藏会上，啊，华藏世界，我们看这些天王，每一位天王就是一个族群呢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。化乐天跟套化天那很大的不同啊！啊，欲界天跟色界天那更大的不同啊！啊，化乐天这个地方举的十一位天王，就是这个里头啊，这一个族群里头又有十一个族群。太多太多了，每一个族群里面又分许许多多族群，可是它同一个根，同一个源，它跟其他不同的族群确实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啊，我们今天得的是人生，住在这个地球上。啊，这个族群人类呀。啊，人类是个大的族群，但是比起这些天王的时候，还是这个天王底下一个小族群。啊，这我们学佛在佛经里面读过。啊，大梵天王统治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我们这个地球是三千大千世界里头一个小球啊，是属于他统治的。啊，可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些人类又分多少个族群？族群里头又分小族群，
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啊，树有根，有本，有干，有枝，有条，有叶。都是这一棵树，都是从根本生出来的，变现出来的。不能说这个枝跟那个枝打架了，这个叶跟那个叶对立了，那就错了啊，那就不好了。你看看中国文字，就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。啊，这个是在世界上其他这个国家民族里面没见到的。啊，中国文字象形会意。啊，你看好，什么叫好啊？啊，知道不同的族群是一个，那就好啊。啊，这个字意思很深呐。从人类来讲，这个族群最根本的中国五伦的教育，夫妇啊，伦常从这个地方做起啊。啊，首先夫妻要和，你家才会兴旺。啊，所以一个好是一个子一个女啊，和起来两个不打架就好啊，他两个打架就不好了啊。所以这象征夫妇啊，夫妇和睦和好，这叫好啊。啊，这两个人天天闹意见，天天吵架就不好了。你想想看这个字的意思多深多广，引申出来一切不同的族类，不同的族群，现在讲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信仰，和和就好。虽然和和并没有破坏，这才叫真好啊！你为什么不能破坏呢？自信其用啊，原本就是多元的，所以我常常举例子，举我们这个身体来说。这个是大家最容易体会的。我们身体是多元的。这个身体里面也有很多族群，也有很多不同的种类。盐是一个族群，盐跟耳决定不一样。耳跟鼻又不一样。鼻跟舌又不一样啊，这个就是不同的族群嘛。不同的族群要和睦合作，这个人身体健康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族类虽然不一样，决定平等，没有高下。所以华严经上讲的个个都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正如同我们这个身体每一个器官。眼见第一。耳听第一。鼻嗅第一，舌尝第一，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所以大家相安无事。有第一有第二，我老大你老二，非打架不可，那就不好了啊！个个都第一啊，头在上第一，脚在下也第一
绝不能够说头尊、足卑呀，那是凡夫错误的概念呐。说实在话是平等的。每一个人，他的功能都是第一。如果头个脚两个人争第一的时候，两个人不和了，脚也不愿意走路了，头也不愿意量起来了，这人非死不可嘛。社会也是如此啊。不同的族群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原本是一家人，原本是一体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彼此互相合作，我们的社会才安定繁荣，我们的生活多彩多姿啊，决定不可以把其他的族群都消灭，一定要跟着我走，那是错误。就像一个身体，眼好，耳朵不要了，耳也变成眼，口也变成眼，那变成只能看不能听了，这个人也就完了。大道理我们总要清楚，总要明了。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和睦多元文化，和睦不同的族群，和睦不同的宗教。有很多人问我，法师，你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？从大方广佛华严经来的。我们今天这个做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教义的落实。我们不能只在课堂里面讲解，在自己书房里读诵啊，要落实啊。落实就是与一切众生和和相处。他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很容易融合。他有分别执着，我也有分别执着，永远对立，永远是矛盾的。这个就错了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啊，诸佛菩萨随类化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。佛没有一定的身相，这个佛就是真心呐。心识没有一定的相状啊，没有一定的作用啊。所以他能够随类化身，应机说法，随机说法，这是佛教导我们随缘不攀缘。普贤十愿里面教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一切众生行善行恶都要随顺，他行善随顺他，帮助把那个善化成净，更善了。众生作恶随顺他，把他的恶转变成善，
这个叫恒顺众生呢，叫随喜功德。所以，恒顺跟随喜是高度智慧的运用，不是迷情。妄想分别执着、迷惑颠倒、随顺众生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那随顺众生到三途，随顺众生堕恶道，啊，那就错了。跟佛菩萨讲的这个随缘随顺的意思完全不相同。啊，名词术语一样，意思不一样。啊，我们要懂得。啊，随缘是大菩萨修学的纲领。啊，所以这一句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啊，要认真的去学习。清凉大师在这一句有个简单的注解：世现等者，无边频类，一毛顿现，更无去来，有心难思。啊，这句话就是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是一种离世无碍、世事无碍的境界。啊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因为四根意都已经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，清净心里面没有思也没有意，所以佛跟佛见面没有一句话说，啊，彼此在一起都是一念不生的，啊，没有思，没有意。啊，佛跟菩萨在一起才有话说。菩萨分别执着断了，妄想没断尽。所以佛还要教菩萨，菩萨还有疑问向佛请教，啊，这好像是有思有意，佛跟佛见面呢就没有思意，啊，没有一句话说。长行我们就说到此地，啊，下面呢再看偈颂。二是善化天王，成佛为离，普观一切善化天众，二说颂言。这是一类大族群，这个一类族群就是欲界第五层天。一般经论里面称之为化乐天。化乐天天王也很多，善化天王作为代表。首先来赞佛，提出他修学的报告，所以这些赞颂
意思都很深。赞叹性德，赞叹法门，赞叹修行的成就。文字虽然很少，只有四句偈，意思无限的深广。全经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。这一行文是社稷的仪规，从这个里面我们能看清，看得到。他们家普贤十愿，第一愿跟第二愿呢落实了。第一愿是礼敬诸佛，第二愿是称赞如来，就落实了。称佛为礼，知恩报恩。他的智慧从哪来的？老师教的。不忘本呢，不敢说我自己有这个能力，我自己有这个智慧，他不是这个说法。成佛的威力，这是教门。不忘本。知恩报恩，普观一切善化天众，不轻慢众生。这些众生是跟他同一个族群的、同类的，都是善化天人。一同参与这个法会的。普观通通照顾到，他今天这个报告，这个赞颂，不仅仅是成佛的威力，也是大众威德的价值。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好。这个意思多么圆满。儒家讲的止于至善，这才是真正止于至善啊。就像善财童子一样，学生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除我自己一个人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善知识，都是善友，都是老师啊！华严会上啊，人人都是以这种心态啊！所以我们提出了三个字。真、爱、利，真诚、热爱、利益，所有一切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。这个三点就决定融合了，云融合合，用什么东西云融合合？
这三个就圆融合合。决定不破坏族群，不破坏宗教信仰，达到了彼此尊重，彼此互爱、互助合作，互助合作是大利益，是真实的利益了。那么这下面二说颂言，这就是称赞如来的落实。请看经文：世间业性不思议，佛为群迷悉开示。巧舍因缘真实理，一切众生差别异。前面我们所得到的，天王所得的法门，是开示一切业变化力下头的。那么他的报告，正是说明他从这个法门修学成果。第一句总说：世间业性不思议。先说世间，世是讲的时间，间呢是讲的空间。我们现在人讲时空。中国古时候人讲宇宙，他的意思也是时空的意思。时间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这个字，你看它的形状，三个世。三个世是代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实在讲呢，它是一桩事情。最底下是个一页。从分别执着上观察这个字的意思，30年叫一世。这是世间人的看法。而佛法看这个字的意思呢，不一样，还是这个字，还是这个写法。佛法看呢，三世一心作。三世是一念，一念是三世，你看还是这个字，体会不一样啊！你看这个字，你的看法、想法、体会意思不相同啊。世间人30年是一世，他也没说错。佛法才看出他的真相。真相是。一念三世，三世是从自性一念所现的相状啊。见也叫做见，见是见性，见是间隔，意思是一样，是指的空间。说一个时间，说一个空间，把这个里头所有一切事事物物都包括了，一样也漏不掉了。这个里面所有一切活动就是一。
业所依据的离体就是心。业是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？能生一切业相的，那个叫性啊，那叫体呀。所以此地这个业，要用体相用三个字来说，业就包括现象作用。这个性是体，不可思议。在本经经体大方广三个字，心就是经体上大字的意思，业呢就是方广的，方是讲的相啊，广是讲的作用啊，三种都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世间，在经文表面上来看，这个世间是指十法界。如果更深一层去观察呢，也包括一真法界。虚空法界通通包括在其中啊。不可思议。不思议就对了。那你就成佛，成菩萨了。你要有思有意错了。也就是说，思是你想错了，意是你说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，你想象不到啊！你想的范围非常之狭了，你也说不到，也说不圆满了。你能够说的是一部分，很之小的一部分。它原本是不可思议。你一定要去思，一定要去意，这就坏了。佛法的修行，诸位想想，他修的是什么啊？你要是真看清楚了，想通了，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就是要把我们的私意放下了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最清楚、最透彻。告诉我们，万法皆空。一切法，包括佛法。都不可得既然皆空，既然皆不可得，你有什么好思，有什么好意听？你的思意也全都落空了。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无非是把我们思意的习气回归到自然，回归到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不是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不思议是缺，思议是迷。般若经上才说，般若无知。什么叫无知？无知就是不思议。真正的智慧是不思议。
心境居空。啊，居空不是没有现象，有啊，相都存在。啊，什么是空呢？思义空。啊，居空是讲这个空，不是说这相没有了，那你就搞错了。也就是说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空。啊，居空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空掉了，你的心清净。你看佛所入的境界叫极灭人，清净极也。一念不生，那是佛菩萨。凡夫的心里面有思有意，啊，心有思，口有意，所以诸位要晓得。真正有修行的人，有修养的人，言语少啊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中国古圣先贤教人，言语要记住一个原则：简要详明。啊，文字是言语的符号，写文章也是守这个原则。啊，要简单，要扼要，又要详细，又要明白。啊，所以我们读中国的古文，文章真是做得好，符合这四个标准。啊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一个字不能加，一个字不能减。加一个字是累赘，可以删掉的。少一个字它不通了。文章做的是不增不减，一流的文章啊！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学过科判了，啊，用科判一摆开的时候就知道，啊，他的文章好不好？啊，科判是一条线，一条线把它穿起来。啊，废话穿不进去，多余的。啊，如果里面要紧的时候断掉一个字，断掉一句啊，这个科判判不下去，这中断。做到不增不减，说话了也要说到不增不减，好言语。废话多表示什么？思想乱，心思乱，废话就多啊。心地清净，言语就少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从你的言行就知道你的修养功夫啊，能够观察到你学养的浅深了。越是修养高的人，杂念是越少，言语也少。啊，少与事实真相相应，世间业性不思议吧。到如来国地上完全相应。般若无知，如来才做到究竟圆满了。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。啊，那个无知还欠缺一分，还不圆满。这是真理，这才是
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为群迷悉开示。所以我们在前面长行里面读到的幕后这个以为啊普见十方天王。他给我们说的。一切众生品类差别太复杂了，群迷。此地讲的群迷是指九法界众生。为什么呢？对九法界众生佛才有开示。对一真法界的那些法身大师们就没有开示。所以有开示是对十法界众生来说的。这是佛的慈悲。这一句是慈悲。巧说因缘真实理，这一句是智慧。佛有大慈悲心，不舍一人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。任何一个族类，任何不同的群体，佛普遍的应现，佛没有分别。所以佛心是平等的，应现在其他不同宗教里面。经典上讲的太多了，最明显的本经后面五十三参，胜热婆罗门，婆罗门现在在新加坡称印度教，印度教就是婆罗门。这个是诸佛如来示现婆罗门身的，那婆罗门就是诸佛如来，应以婆罗门身得度的就现婆罗门身了，你怎么能说他不是佛法？变形外道，那也是不同的宗教啊，不同的族群啊。你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，婆罗门女是谁？地藏菩萨了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恍然大悟啊，我们天天读经连这个都看不出来，都不能体会，还要跟许多族群许多宗教要划界限，那我们这个经不叫白读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种种不同的族类，不同的宗教一体，都是诸佛如来，都是法身大士化现的。所以我们礼敬诸佛，要以真诚平等的礼敬对待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。如果我们轻慢他们，轻慢佛陀。
轻慢了自信。我们读佛经要明白这些道理，要能够去体会到，这个群迷就是一切众生，设法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头，佛为这些人开示，就跟《婆门品》里面所说的一样。应当现身，示现什么身，就示现什么身。这个现身不是佛自己的意思。佛要有意思，那就错了。不思议，他怎么会有意思呢？佛身怎么现的呢？佛是因感应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众生的感，有心，有无心。可是佛的印呢，决定是无形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印了。感应道交啊，也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感应，确实不分种类。菩萨有感，佛现菩萨身；恶鬼有感，佛现恶鬼身；地狱有感，佛现地狱身。而且现身还有一个奇怪、不可思议的现象：佛所现身，不来不去。何以不来不去呢？佛的化身遍一切处，哪里来去？佛的智慧遍一切处，佛的德能遍一切处。诸位要晓得，佛是我们的自信，一念心性具足无量智慧德能，遍一切处，那是自己本人啊。禅宗里的所说的“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”，那是我们本来面目啊。佛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帮助我们恢复本来面目而已。你一了，我们的本来面目不见了。迷失了。佛菩萨慈悲教诲呀，帮助我们恢复本来面目而已。把自己找回来呀。佛家教学目的就在此地。巧说因缘真实理。桥是善桥方便，没有善桥，你就不能说法，你也没有办法教人啊。没有方便，别人就很难接受。方是方法。变是什么意思？最适合的方法叫变，变是变宜，也就是说对方最欢迎的方法，最尊重的方法，最爱好的方法，你用这个方法，那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你的教学才能收到成果啊。这都在一个巧字里头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因缘真实理。
这五个字用现代化来说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宇宙人生因缘啊，因缘下面有果报，果报省略掉了，因为这个偈颂一句七个字。真实的因，真实的缘，真实的果，真实的报，把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为这些众生说出。啊，这是佛能做的事情，佛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的事情。幕后一句呢，也把果报补出来了。一切众生差别业，因为行业不相同啊，所以现的相就不一样。啊，你看《设法经》，从最基本的、最重要的第一个因素。佛给我们讲，佛的心平等心，清净平等觉，这个做佛了，这是佛的业，佛的因缘果报，菩萨的因缘果报，六度心，六度心。圆觉的因缘果报，十二因缘。声闻的因缘果报，四谛的信心呐。诸天的果报，是上品十善，慈悲喜舍。人的信心。五戒是善，往下去，恶鬼是贪，贪欲，畜生是愚痴，地狱是嗔恚。实在说呢，因缘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，佛巧说。巧说是什么？在无量因缘里面，哪一个最重要？说一个，这巧啊！所以佛讲设法界众生的因性，给我们简简单单说出来，我们自己听了之后明白了，知道一切众生的业差别。相就差别了，果也有差别了，报也有差别了。这一切众生因缘果报差别怎么来的？我们清楚了，明白了。真正清楚明了，你才有方法改善。我们不满意的，改变成我们满意的，都做得到。没有做不到的。现在说，人家说这个世间有大灾难，没错，大灾难怎么形成的？你懂得因缘真实理就知道。大灾难如何消除呢？你明白之后啊，把灾难的那个因缘消除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因缘是从内心的，
也就是我们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，这才引发我们错误的行为。行为是差别业，能把这个转过来，外面灾难就转过来了，灾难就化解了。一个人转过来，这一个人自己灾难没有化解了，大家都能够觉悟过来，共业就转过来了，没有不能转的，这里头都有个理，理要清楚，理要明白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一首啊。